已故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一生奉獻民主同埋教育事業，好多生前好友都懷念華叔生前嘅工作。退休校長伍麗嫻憶述多年前華叔點樣勞心勞力協助佢間學校爭取政府撥款進行重建工程，而且華叔更加時刻提醒佢要做個好校長。華叔，請你飲杯茶啊！我都未請過你飲茶。咁佢笑笑口，向我趕住去游水，我去灣聲游水。你咧做好你嘅校長啦，嚇、俾心俾你翻去愛你嘅學生、愛你嘅老師，做一個好校長就得啦。温哥华联同多个北美城市1月30日会举行司徒华追思会，公众当日下昼2点到5点可以去到本拿比丽晶广场中信中心签署吊唁册同埋献花，下昼3点就会举行追思会，到时会播映华叔生前嘅片段，又会有默哀时间。主办组织温哥华支联会呼吁公众，到时只系需要带一支鲜花，唔好赠送花圈，应该将款项捐出支持民主运动。咁所以如果係覺得係應該亦都要捐錢俾温哥華支聯會嚟去贊助啲活動嘅話咧，我哋會另外即係收啲捐款。香港支聯會下個月27日會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集會悼念華叔，而温哥華支聯會亦都計劃喺2月26日舉行同類型活動，詳情稍後公佈。我哋 News 記者曾柱恆喺温哥華報導。